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森林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一款万圣节特定的恐怖地图，叫做什么？就是叫做万圣节惊魂记啊，嘿嘿。我们直接进入看看吧。好，我们成功进来到游戏哈。我们一开始面对就是开始游戏哈，然后材质包安装，OK。然后这边是不支援多人，然后请勿开创造，请开困难模式。好，等下那些全部都是设定，我先设定先。好，那么我们设定完成了哈。哦，他说要换成困难模式。好，没问题的。好，先给我看完这东西先，那个太吵了。OK，作者，非作者。夜明，OK，这边有箱子，两个箱子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游戏了，可是我真的很不想启动，变成困难。好，好，我们开始游戏吧。恐怖万圣节惊魂记，好吼吼。地图读取中，读取完毕，指令方块重新整理中。读取完毕，读取超久的，刚起来不知道干嘛，哎，肚子好饿，看看有没有吃的吧。哦，我是杰哥，现在我的名字叫杰哥。OK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吃的哈。哇，竟然上锁了，这是谁啊？我的室友吗？干，门锁住了打不开，我该怎么做？姐姐应该去万圣节欢乐屋了，可恶，都找不到姐姐，好像有藏 key 在房间，赶快找。OK，你跟你姐姐住同一间吧，哈，杰哥。然后现在是一点啊，一点你要起来吃东西呀，啊，半夜肚子饿啊，喏，姐姐有藏一些钥匙在这边，我已经看到了哈，姐姐钥匙 key 好，好，那么我找到这 key 了，这 key 是放在这边吗？对，这是箱子的，好，我可以打开姐姐日记跟房间 key，哦，我们来看偷看姐姐日记。日记201710月23号哦，离万圣节很近哦，31号就是万圣节。今天我要跟朋友出去探险一间废弃的屋子，要在那里举办派对。可是，一间废弃400多年的废弃屋子，我只希望我可以平安回来。废弃400多年还存在啊？为什么不要拆掉？这不就完蛋了吗？一定要赶快出去啊！为什么？所以今天是几号啊？今天不是万圣节吗？这是23号哎。想要去到23、31号，姐姐我来了，我过了5个小时后，哇塞，你去了5个小时给我，我去找东西吃，然后回家睡觉好了。好，应该就这里了，可是怎么没有人呢？还是说这里已经废弃了？我们刚刚姐姐提到这房间已经废弃好几百年了，400年了哈，老丁还蛮久的哈，这个是废弃房屋吗？不对，这只是道路而已吧？为什么道路要做成用木头围着的？应该放森林还是什么的吧？好，没关系，废弃400年的屋子就这样而已。好，应该就这里了。玻璃破碎声音，难道姐姐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看，有没有听到吗？玻璃破碎声音从这边传来的，嘿，从这一块传来的，吓死我了！这明明全部都是木头的瓦呢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玻璃有没有破。诶。这是网状的玻璃哈，不是玻璃啊！喂，不见了，是姐姐，不怕，姐姐我来了，没有，我怕。地下钥匙 key 消失诅咒哈，我来看一下哈，哇哦，哇，好酷，是，OK，所以那个 the die 是什么意思？那个死亡。地下钥匙 key 我找到了，这个 key 肥肥短短的，很好。这里很明亮，不需要相机。为什么不需要相机？我也没有带相机出门啊。怎么变暗了？这是什么物质？怎么这么怪异的？你在进来之前应该想这种话题了。就是一条隧道。一张无尽隧道，我建造过地图都会在内哈啊！第一张无尽隧道，哦，难不成他是把
所有地图结合起来吗 ？Oh my god！ 哦，后面怎么又改变了？弟弟，快点救我！我很抱歉，上次这样做，救我，救我！一将，干，吓死我了！为什么你姐姐会知道你来的？我有喊吗？不怕姐姐我来，应该是有喊吧。好，这是空空的箱子，哈哈。姐姐，我都赌上性命来救你了，你应该好好感谢我。这是箱吗？那是三箱。那三小，喂，一只黑色的，黑色的翅膀，好，画风又变了哈。我已经去到最后真相。哦，这个我才刚玩过不久而已。这边有一个会浮起来，然后很会喊的女孩子哈。好，那么我们进入这个，还有两条路哈，我们先走前面的，前面它应该是写锁着的，因为前面的剧情我还记得很清楚哈。哎，没有写，哎，啊，这其实是这个是这个钥匙吗？看起来不是哈。好，那我们就前进吧，可能需要经过尖叫了，我需要关起耳朵，不能，我戴着耳机不能关耳朵。哎，不一样哎！哦，他每个都有做一些微改动。The 病毒血液灌入开关，好，病毒已经灌入。怎么噗一声？噗，好，病毒已经灌入了哈。我需要找地下室哈，应该是刚才那扇门吧。我是很不想回去。哦，门打开了哦，所以刚好我是骇入那边的系统开这个门。好，后面没有变吧？没有吧？哦，结束了，要看吗 ？OK， 好，点我开始。好，我没办法给你们看那个点我开始哈，因为它的音乐有版权问题的。好。这个我已经知道，因为在前一集的时候我就经过了这个版权问题，所以我们这次实况就先到这边了。感谢各位收看，那么喜欢我影片的话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帮我分享出去，千万别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么下面也有我的 FB 网址，也可以点进去看一看。那么拜拜。